小姐，小姐，天熙来了。跟他说我不在，可是文熙小姐在门口碰到他了，他还说：“嫂子，嫂子，你看谁来了？”哎，你还站那干嘛呀？快进来，嫂子，天熙送了魏府新酿的酒过来，说是给哥哥尝尝。 这是我从外地带回的酿酒方子，试着让伙计们酿了一次，味道还不错。你们尝尝。谢谢。我可以坐下吗？啊，当然了，请坐吧。今天我做主了，刘天熙在家里吃饭。嫂子，你不会反对吧？啊。 怎么会呢？当然欢迎。青儿，把酒拿到厨房去，让他们准备准备。好。好，文琪小姐，你刚才不是说要给我看几幅你画的画吗？啊，刚才我只是随便说说，没想到你还记着呢。那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拿。 怎么，我妹夫不在家？他工作忙，白天很少在家。好，我忘了，他可是咱们镇上的第一大儒，挣事多得很，不像我这么清闲。你也很忙吧？听说你在镇上开了不少生意。我就是再忙，也得抽出时间来看看妹妹你呀。这几天我来过几次，青儿都说你不在家。 怎么，躲着我？我为什么要躲你呀？怕我再说让你走的事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说那些大煞风景、自讨没趣的话了。看到你现在生活的这么幸福，我只会羡慕。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嗯，嫂子，你和天熙。 说什么悄悄话呢？他正在生气，我不常来看他。我向他保证，等我忙完手头的事，一定常来。说实话，你不来，我都打算和嫂子去魏府看你呢。最近你们府里发生了那件不愉快的事，外面都开始说你的坏话了，你会不会心情也很不好啊？ 他们都说什么了？说我是食人恶兽。<笑>这倒没有。是我吗？嗯，不知道画的像不像？我是凭记忆画的。像极了。文琪啊，说实话。 我觉得你比你哥哥画得好。真的？嗯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我在国外上学的时候，学校带我们出去写生时画的，这个城堡漂亮吧？漂亮。那是小姐回魏府祭奠天照少爷之后第一次跟天熙见面。她怀着不安的心情，料想天熙会再次有所企图。 可没想到，天熙却那么平和，这让小姐深感欣慰。她甚至开始相信，天熙已经想清楚了，他果真会像亲人和朋友一样对待自己。淑曼。 这段时间，我对你发了不少脾气，还给你脸色看，是我不好。没有，是我太忙了，没好好陪你。你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丈夫。啊，听说今天天熙来了。
他说什么了？大概你都不会想到，他今天夸了你好多好多话。本来我还很担心，我还担心他会……其实最糊涂的人是我，你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是缺乏勇气。只要他能像今天这样，不说一句让我痛心的话，我打心眼里。 愿意天天见他。如果他能诚心诚意的，愿意当我的好哥哥、好朋友，能够像关心我一样的关心你、关心文琪，甚至关心碧寒，那我就是老天爷最眷顾的人了。你真的相信天熙，希望我们过得好？ 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就是跟你一样，觉得太突然了，有点不敢相信。温普，我请求你，别跟其他人一样把天熙当成敌人，他的心已经够冷、够寂寞了。你以为他伤害了别人，自己心里就会好受吗？ 伤了别人的心，他自己的心也会滴血的。魏府那么大，却没有几个真正关心他的人，他的依靠只有我了。温普，我们一起把他当亲人，彼此和睦相处，互相照顾，你说好吗？ 你又去见他了吗？对，我就要天天去见他，直到他那双被楚文普蒙住的双眼认出我来。楚文普说，舒曼跟他在一起就像生活在天堂一样，逼迫。楚文普用他的虚情假意把舒曼囚禁起来，可怜的舒曼他自己却还不知道，任凭楚文普把他当玩偶去骗。 我偏偏要天天见他，直到舒曼重新做回自己，做回那个和我拥有一样灵魂的野丫头。少爷。 您的信，谁来的信呀？是天熙来的。他说什么？他邀请你，还有文琪。 一起去青山林场骑马，特别来征求我的同意。真的啊，他也邀请我了。可是我不会骑马呀，那你可以去玩点别的呀，采采野花，摘摘野果子，那儿还有一条清澈漂亮的小溪，景色可美了。你要是去的话，肯定会喜欢的。以前我就老嚷嚷着要到那儿去玩，因为离得太远，总共都没去过几回。呀，那太好了。 如果真的像嫂子说的那么好玩的话，我们就在那里玩一整天。哥哥，你会同意的哦。啊，你嫂子身体不大好，不能太劳累，玩玩就回来吧。哎呀，你就别担心了，有天熙在，他会把我们照顾得很周到的。那你们注意安全。哎，嫂子，我还没有去过那种地方呢，你说我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啊？ 当然不能穿成这样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以前有好多好多漂亮的马服，随便你挑。真的？嗯，那带我去看看。走。<笑><笑>
你怎么会带他来？不是你邀请的吗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丈夫就这么不放心你，非要派个妹妹来盯梢？ 怎么了，文琪？我踩到马粪了。没事儿，我以前还光着脚踩过马粪呢，而且还是热乎乎的呢。不会吧？不过真的很脏，很臭哎。没事。阿星，你带文琪小姐回竹林小屋，帮她把靴子冲洗干净，好吧？真不好意思。 你们要等我回来啊！去吧，我们等你啊。嗯。他们兄妹俩没两样，都虚伪的可笑。 已经很久都没有骑过马了，怎么样？想不想骑上它跑上一圈？舒曼，你赢了。不行，你是故意让着我的，重新比。 咱俩比比，看谁先到前面那片林子。嗯。哈！驾！你赢了。不算，你是故意让着我的。 算了，再也不和你比了，永远也比不过你。跟以前一样，一切都跟以前一样，舒曼。不，不会一样的。即使这片林子没变，可是你和我都变了，变了好多。你不再是当年的天溪，我也不可能是当年的舒曼了。 是，我不明白，我变了吗？你变了吗？没有。别告诉我，你是真的爱上楚文普了。
你可以装，骗得了别人，但骗不了我。舒曼，我知道，只要把你拉出那个死气沉沉的家，你就会活过来，你就会变成原来的样子。舒曼，不要再骗自己了。我知道你没变，从上次见到你那一面，我就知道你没变。你还是我的舒曼，还是我的野丫头。没错，我永远都是你的野丫头。就算我不想这样，就算我想努力地变成另外一个人，可是我的灵魂注定就是和你一样的，我注定一辈子都是你的野丫头。舒曼，你终于肯说出真心话。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起？我再也回不到以前，再也变不回原来的样子了。平息，我们做一辈子的亲人和朋友好吗？也许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，可是。是我们之间最好的解决方式。最好的解决方式，魏舒曼，你变了，你变得自私、虚伪。我现在已经是别人的妻子了，我不能只想着我自己。他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？那我呢？你自己呢？就为了那个没用的、虚伪的、目空一切的楚文普，你要牺牲我们两个？请你不要这样说文普。好，我不说他。我只问你一句，你是不是决定做一辈子楚夫人？说，是不是？说。想到你这样说，答应我好吗？我答应你什么？做你一辈子的亲人和朋友。好，既然你愿意这样折磨我，我甘愿让你这么折磨我到死。天熙，以后我会不停地出现在你眼前，看你挣扎，看你痛苦，看你一步步被自己击垮。我太乐意这样做了。别忘了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千万别后悔。真烦！他们应该快回来了。也太自私了，都是一起出来玩的，干嘛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啊？什么意思嘛？
天心，你们去哪里了？哎，我嫂子呢？她在哪儿？她会回来的。你是她最亲爱的丈夫的妹妹，她不会丢下你不管的。 你们这么快，哎，舒曼，舒曼，你们这是，舒曼！哎呀，小心着点儿啊！ 这样闪着那儿可怎么办呢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。我说我来我来，你就不听。都是有孙子的人了，你还不服老啊？也是，老了，不比以前了。淑琴啊，这两天我都想过了，我想从明天开始。 正式教子俊读书。子俊这孩子可怜呐，生下来就赶上这家败落了，现在他爹又不在了。淑琴，天昭的死，对他自己来说，不也是一种解脱吗？话是这么说的，可我这心里…… 淑琴，其实天昭今天的结果，你们都是有责任的。我是一味的放任，你是教官，这才养成了他狭隘自大的性情。我们都应该好好的想想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天昭已经不在了，可是子俊在，我们都还在。 文琪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，咱们敲门都不理，是吗？你们闹别扭了，因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你。因为我什么？天熙只请了我一个人，你为什么偏让文琪跟我一起去？ 他信上也没说不能让别人去啊，文普，我看错你了，你根本就不信任我，你跟天熙一样，一次一次的不放过我，他是不是还在纠缠你？我就知道。 我就知道他不是什么绅士，他是个流氓，是一个披着绅士外衣的流氓。你呢？你也是个伪君子，你既然不相信他，也不信任我，却偏偏装出一副大度的样子，他是流氓，那你就是懦夫。
你终于说出来了，我是个懦夫，在你眼里我就是个懦夫，难道不是吗？你还怪我没有勇气去面对他，说什么要帮助我一起去面对他，可是你自己呢？你的勇气到哪里去了？别逼我，舒曼，我一直在忍，我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容忍他对你做的一切。是，我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居心，可是我不是不敢，我是为了顾全大局才没有一棒子把他从家里打出去。你以为我没有想过吗？不，门婆，你不能这样做，你不能去伤害天熙。天熙，你只会想到天熙。天熙即便是杀了人，你都会为他开脱，说那不是他的错。我呢？我连一次错误都不能犯，我什么做的都得如你所愿。这些年我已经够小心的了，我如果再这么下去，别人都会笑我无能。对不起，门婆，我不该说这些话招你讨厌。我也恨我自己，为什么变得这么招人讨厌。天熙，我们做一辈子的亲人和朋友好吗？文琪，你干嘛一看见我就躲？我让青儿给你熬了点粥，从昨晚到现在你什么都没吃，就算生气能填饱肚子，那这会儿应该也早就消食了吧。装什么好心呢？我值得你这么关心吗？好了，别生气了，是我昨天没有陪你玩好。谁要你陪？我是要跟天熙在一起。你说什么？你还装傻？他明明邀请了我们两个，可你总霸着他，总想打发我走。他明明答应等我的，可却被你拽走了。天熙早上还好好的，下午回来就不理我了，也不知道你在他面前说了我多少坏话。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阴险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就嚷起来了？有什么话好好说啊。我不想跟他说话，他是世上最自私的人，除了他自己，他就希望谁也不要有人爱。你是说你要得到天熙的爱？对，我会得到的，只要你不在中间破坏。你听到了吧，青儿，你听到了吧，他准是疯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爱天熙就是疯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爱他可以胜过你爱我哥，我相信他也会同样对待我。文琪，听我的话，不要爱上天熙，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什么样的人？我只知道他是一个靠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人，一个值得我去爱的人。你千万不要把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放在他身上，他的心肠比石头还硬，他绝不是你看到的那个绅士。你就为了霸着他，不惜诋毁天熙，诋毁一个对你那么好的人。他是我最亲的人，我怎么可能去诋毁他呢？我是怕你受到伤害。天熙不会爱上你的，如果你要由着自己一头栽进去，到头来你只会伤到自己。你就不希望他爱上我，想骗我对他死心，对不对？文琪，你是我的亲人呢，你是我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好妹妹呀，我怎么会骗你呢？我当然希望你幸福了，可是在这个世界上，他最不会爱上的就是你们楚家的人。胡说！
这都是你为自己找的借口，你真自私！你已经有了我哥，他那么爱你，你还不够，还不满足，还要霸着天心。秦小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请你相信我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人比小姐更了解天心。他劝你真的是为你好，为我好。他如果真的为我好，就不应该霸着天心，就不应该这么恶毒地阻止我们。 文琪，你不相信我，那你就自己去试试吧。但我一定要警告你，他会把你的感情揉得粉碎，丢在脚下，他会嘲笑你，羞辱你。如果你自己愿意承受这一切，那就尽管去爱吧，我爱他，我爱他，我爱他。就算你想用这些谎话来迷惑我，我还是不会对他少爱一分。正是因为有你。 我才看见，他是如何善待一个已经变了心的、嫁给别人的爱人。凭这一点，我就知道他值得我去爱。夫人，魏先生来了。怎么，我来的不是时候？ 不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有件大事要跟你说，希望不要把你吓到。哦，还有什么事情能吓倒我？文琪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别走，我们俩刚才因为你大吵了一架。文琪，这个人现在就在你眼前，你为什么不把刚才的话说给他听呢？小姐。 你不是不相信我的话吗？好，现在你就把你的心思亲口告诉他，你看看他会怎么对你。舒曼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很显然，文琪小姐不想见到我，要急着离开。你又何必强迫她像你一样欢迎我呢？不，你错了。这个家里最欢迎你的人，不是我，是文琪。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一个传奇英雄了。 一个值得爱慕的人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坚信你会把你的柔情都用在他身上。哦，是吗？是，没错。田曦，你不用感到意外，我的确说了那些话，在我眼里，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是一个值得有人为你付出的人，是一个应该拥有幸福的人。很显然。 你嫂子不同意你的看法，那你为什么不确定她打消这个念头呢？没有用的，她已经把我看成是一个恶毒的，一心想要阻挡你们幸福的绊脚石了。你别忘了，你刚才在我面前是怎么诋毁她的？是吗，文琪小姐？你这个冷静的、守礼的嫂子，竟然会为了阻止你，说诋毁我的话？千真万确。 他还说，你会把我的感情当成垃圾扔在地上，践踏的粉碎。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，舒曼。我还以为再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激动起来呢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，文琪小姐？ 你看看你，哭成这个样子，我想，你一定不希望这个样子面对我，对吧？那为什么不去洗把脸，把自己整理一下呢？你为什么让他走了？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会怎么对他？你为什么不把他从疯狂的梦中叫醒？告诉他什么？告诉他，我眼里除了他亲爱的嫂子，再不会有其他人了。我为什么要那么做？还有，你又为什么要那么做？因为他是我的亲人，因为我喜欢他，我不希望他受到伤害。可我太不喜欢他了。
太不喜欢他们楚家的每一个人了。不过，我倒要感谢他，我终于知道有什么事情能把你激怒了。原来你并不能一直扮演楚文普那个冷漠平静的小妻子。田曦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你想怎么样？看你们姑嫂吵架，真的很过瘾。 说实话，我喜欢现在的你，青儿。告诉你们可爱的齐小姐，我会常来看她的，小姐。 叔叔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发现这里有好多好玩的东西，我从来都没玩过。叔叔，别走，你能陪我玩一会儿吗？ 为什么呀？我听爷爷说，你们小时候曼姑姑、荣姑姑还有爹，你们那么多人在一起，该有多好玩呀！不像我现在只有一个人，都没有人陪我。可我们玩的并不好。那也比我一个人强啊！就像这个一样，你不加我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射出去。好，我陪你，瞄准。 我的剑可没长眼睛，有本事就站着别动。 这里，朝这儿射。不，那里明明有靶子，为什么要朝你射呢？我射我的箭，
是他非得往我箭底下钻的。你爹当年说过，他的箭没长眼睛，射到谁活该。爹不对，箭虽然没有眼睛，可是我们都有眼睛啊，我们应该朝箭靶子上射。 叔叔，你不是答应我要陪我玩的吗？昨日已葬在。 风里，化作眼中的涟漪。曾经的誓言，遥远的明天，爱与恨挣扎在我的心底。两小无猜。 怎会是苦涩结局？擦着泪微笑，忍着痛爱你，付出的心永远收不回去。永远真心真意的爱着你，虽然分离。 真心，真意的爱着你。如果有明天，明天你在哪里？永远真心，真意的爱着你。时间停在这里。 耳边那声呼。